要吃生鱼片？我不需要啊。我等一下要拿下去煮熟的人。不用啊。你干嘛要挖起来？你就放那一碟就好了。很好笑哎。应该会很呛吧。快！来到澎湖的第一口海鲜，昨天就一直想要吃海鲜。嗯，什么？词穷了。就只有好吃。王菲带你来澎湖，说在等。我觉得好吃但一般般，或者是，对，鸡排就是。好大一口，这什么肉？入口即化。是什么肉？空肉。是空肉。啊，你要吃什么？你要不要吃饭饭？我弄好不好？吃海胆炒饭。感动到流泪，我知道流泪。你一口气把生鱼片嗑光了，要不要再那个叫他杀两条来？要杀两条。嗯，妈妈字。好，在这边，你的饭饭在这里。爸爸一直点头，哎，爸爸，你又感动了。太好吃了。坐下来，阿婷，妈妈弄，妈妈弄。马路易是谁呢？马超庆马路，马路易，评比 CP 值评比，鹅阿坚怎么没有太白粉的感觉？对，很像蛋，那叫什么？很像蛋煎。我觉得看起来很像那个菜包能，菜包能加三颗鹅啊。好，他的前菜应该是很超级无敌厉害。环状线，超级无敌厉害，有吗？有超级无敌厉害，有吗？去哪里啊？西屿，我们要去渔翁岛。我们今天开车，王昭平开车好吗？不可以吃手手啊！对呀、啊，我们今天开车有比较舒服吗？极光水特惠组，
母亲节抢购。有一点像来到冲绳，就是伪冲绳。那这边没有人。对啊，我不可以拍这边。鱼，那是鱼。没的啦，哇，这是澎湖的最南端吧，又要抱抱，一直抱，臭阿婷一直抱，偷笑，偷笑。耶！走，快到咯，走，快到咯，快到咯，快到咯。小馆面线要把它改成小馆丝瓜面线。是肉霸崩、大花枝跟丝瓜小姐米粉，阿婷开心吗？好吃，可以吗？一颗20的花枝丸，是哦，昨天的好还是今天的好？今天的金鱼洞，金鱼洞，这个是金鱼洞，我们懒得走过去啊，只能远远的看，走那么远，我们就决定在这里看金鱼洞。这是偶像剧的情节，旋转。这里是跨海大桥，王嘉庭，跨海大桥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那里哦。风超大的，哇！爸爸，你等下手就断掉了。跨海大桥，快跑快跑，小心小心，这是今天陪我们的车车妞 Bios。
个桥，你记得吗？我们绕进去的时候，不记得。鼓励。我们有自己开啊。有啊，我们去冲绳不是自己开车吗？嗯。然后不是有过一个桥，然后我们在右手边的沙滩玩了一下子。没好像有印象。对啊。而且没有出国，没印象。现在不是就在国外了吗？会出国啊。对啊。这里的这里很有度假的 feel 哈、哦。生活步调什么都很慢，唯一不方便可能就是人太多，人太多，然后吃东西都要很难买。也还好吧，除了昨天那个阿伯，烧烤店阿伯，门关起来就不错。因为他自己后台乱掉了。然后还有我们去买那个排骨饭的时候，他打开。对啊，因为他说要先把后面东西，他自己后台的东西先整理好，他才有办法再接。不然他说他就乱掉了。所以阿贝你就这样不行啊，对不对？做生意做到乱掉不行、啊。因为突然太多人，他傻眼了。做生意就是这样啊。你看那个榕树那里啊，我们要去榕树那里。这很漂亮。我们要去那个很多榕树那里。对，我等下右转嘞。对啊，高粱之榕。然后那一家粉红色的是一家那个仙人掌，嗯，可是应该是通凉古榕那边有路边的可以吃，然后海菜饼还在海边而已。要买海菜煎饼，嗯，对，要吃对不对？好，要等一下，过来看看。谢谢，走吧，我们去吃。你真的都忘了，你都失忆了。这个我们明明就有来过，你真的没有印象，一点印象都没有。唯一有印象就四口井而已。好糟哦，枉费那时候花了3000-4000块带你来。现在应该要更多了，嗯，我们就坐着吃。你看这个是一棵榕树，攀成这样子，超强的。爸爸，这是榕树头，就是它攀到整个全部。你有拜拜吗？拜拜说平安。好，拜拜，对，拜拜。啊，你有没有拜拜？走吧，这是海菜煎饼，来吃一口看看吗？嗯，超级酥脆，海苔炸弹葱，喜欢吗？等一下再喝，妈妈没有带吸管下，吸管在大的背包里面。嗯，可以吗，小朋友？你把这两口吃完，我们就回车上，然后给你喝，好不好？嗯，好吗？要不要喝？要不要喝？你说你要不要喝？好，那你先喝水。嗯，好，你喝水，没有倒进来，这里面已经是输跑了。